人生中的那些合理和不合理，当你快车到提瓦特，千万别碰到高危职业，做丰台的友人嘎了，当胡桃的客人没了，成为夜兰的敌人行了，去当爱丽丝的男人炸了。虚假的商人会找你付钱，而真正的商人会付给你钱。虚假的战斗民族围攻一个人，但真正的战斗民族碾压群芳。这是草神的宝贝，这是岩神的宝贝，这是雷神要把我摇了的宝贝。音乐有句谚语，歌敲有耳；蓄币有句名言，杀币防傻；盗窃有句老话，养儿防老；而蒙德有句方言，上哪儿喝去？丹博士奉命带队出征，还没等完成任务，毒蛇傲娇女聊了，叛逆小鬼头晕了。还有一个，这刀七当孩子王的同志又失踪了，博士直呼带不动，干脆把自己嘎了，省得回去挨骂。